系统控制，一切正常。全引擎启动完毕，出发。修伯利安主炮月光王座目前处于充能状态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调用普通舰炮作战。 杨毅，你看，是宇宙呢。上一次我们稀里糊涂就被传送到月球了，果然还是像这样坐飞行器比较浪漫呢。那下一次，我们和更多人一起坐。好主意，Rosalia和Lilia一定会很开心。 前面正在闪烁着的，有什么东西在接近吗？ 少不了来搅局的家伙啊！对付这种敌人，就把它炸成烟花吧。 要小心啊！看来他开始感到着急了，速战速决吧。 一鼓作气消灭他。